游戏王，是一模一样游戏王。好，那个我们游戏规则很简单啦。第一棒呢会摆出一个 pose 啦，哈，然后 pose 这个 pose 呢摆完了之后呢，第二棒呢就会蒙眼，然后用摸的，用摸出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样子，然后什么样的 pose， 他就要模仿那个 pose。但是重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棒跟最后一棒一定要一摸摸一样样，对，这样才算得分。好，那我们这队先攻了，先攻了哈。那矿工上班了，上班请上班。来，第一棒呢就是我们的少伟啦，哈，来后。后面二三四棒，请把眼罩戴上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呢，我们少伟的题目会是什么？请看。哇，高难度，太简单了吧？你看它这个，一个是这样的，一个是用这样的哦，是不一样的哦。而且这个在前有一点弓啊，一个伸直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第一棒，请准备。你要帮他瞧，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你要帮他瞧，因为你们是同队的，这样差不多啦。左手再走，这个往右一点，好 ，OK 吗 ？OK 吗 ？OK 吗 ？OK 了，好了，那少爷麻烦 hold 一下，金敏哉，请把内诊帘打开，谢谢。来，导盲丹尼，请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哎，不要伤人哈！我刚才被他的膝盖顶到我的尾椎一下。哎，吴子龙，他手脚的位置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摸清楚好吗？摸好。哎，脚的位置很复杂，稍微有在皮皮搓的感觉哦。对，抖哦，这个动作很吃力哦，在练侧腹。对，就是有点好。注意他的姿势好不好？其他的不用摸太多，因为他有的你也有 ，OK？ 对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八秒，七六，我怎么五秒？五秒，四三，摸骨的二一，停！我真的不懂你到底在忙什么，吴子龙。好，来带走带走带走啊！太好太多了，都有记住吗？金摆 pose。他的脸有这么邪恶吗？好，你觉得是这样对不对？没有错啦哈，差不多这样吧，差不多这样了哈。来，那我们吴子龙请 hold 住啦，柯杰夫请打开帘子，计时开始。哎，这边，嘿，你破坏了他的动作了。哦，他刚刚还猛龙过江这样子干什么？啊！我很少被这样摸，哎，小心手会烂掉哦。不用不用，表情没关系，手主要是肢体，手表情也不适合你，因为他表情有点猥亵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八秒，七六五秒，四三二一，停。请泼冷水。好的，杨丞琳好开心。请摆 pose， 不知道在开心什么，表情好满足。怎么会这么开心？手跟脚的位置，请记住哦。嘿，麦克风给对。嘿，是，你这个角度不错哦，你这角度其实蛮性感的。好，这样嘛哈，确定了嘛哈，确定了哈，杨丞琳确定了哈。好的，最后一位矿工妈妈，请准备，准备好了吗？喂，不是他，在地上，好不好？计时开始，手跟脚的位置一定要记清楚哦，手跟脚。杨丞琳干什么？哎呦！哎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被摸这么开心的。啊？他摸人跟被摸都蛮开心的。七六五秒，四三二一。来，那个卡垫麻烦一下。
你是要怎么你是准备睡觉吗？你要睡觉吗？是不是？你是被台风吹倒，然后手上拿包纸的那一位吗？就 new bra 啦。哦 ，OK， 你确定是这样，银针？对啊，因为我刚摸手是这样。我刚摸他这边两只手是不是撑头的啊？所以他是分开的、啊。脚也是这样，会有这样的 pose 吗？你自己的好好想一下。我现在要退回第一位了哈、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胡英针对一到四棒的 pose 了哈、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要开门喽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开门。让观众用雪亮的眼睛，吴小镇来看一下，差太多了吧？哪里差得多？好的，大会报告，胡英真，恭喜答错。你不要告诉我，问题是不是出在吴子龙？我跟你讲，晨曦，你的重点是你那个手没有摸对，你所有大概半个钟头的时间都在摸他的大腿。摸他的屁股到底有没有离开？可是我确定他的屁股是粘在草地上的。你的手是错的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摸他屁股，你在大堂之上公然讲出来，这样好。哎，好，你搞，你来啊！没有，你来啊！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们不是要那个吗？所以你们没有得分嘛，对不对？那攻守交换好吗？交换啦，所以你们这一队要进攻啦。对。好的，那请各位把眼罩戴上。是的，二三四八，二三四八。嘿，哎，那妈妈你戴快一点好不好？妈妈已经坐下来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坐下来戴眼罩啊？下盘不稳这样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看呢，两两队的题目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呦，哇，这么忧郁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这个是交叠的吗？这很难哎！啊，这个还要这样？这很难哎！这好难揣摩啊！这个还要很多细节，很多细节。哎呀，这个表情有点纠结。嘿呀，哇，规个人无闲干呢啦！哎，来摆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少侠，谢谢。这动作很难哎。嘿，我脚怎么抬不起？对。哦，表情啊，表情没关系，这样 OK 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稍微侧一点，对，谢谢，就是这个 pose， 少侠 OK 了，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柯杰夫计时开始，柯杰夫在按摩，哎，手跟脚的位置好不好？有交叠重叠的地方，麻烦记清楚好不好？哎呦，对不对？啊！不要一心只想着说，等一下会被老虎摸，很害怕，对不对？猛虎该做的事也是要做好啊，柯杰夫。嘿，头的方向也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干嘛嘞？怎么讲的？我说，头、手、脚都要注意，时间到，嘿，好。麻烦经理再把他带到位置上。嗨！啊？怎么可能这么准确？怎么那么厉害？怎么可能？太厉害了啦！不公平，没关系，还好有 Vicky。对，还好有 Vicky 的。确定了？他这个做太标准了，我觉得。有确定了？太标准，我觉得小梁哥这一队有他哦，我们觉得这个威胁性很大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好。那麻烦这个下一棒金明斋，麻烦把 Vicky 姐带到楼下马路上。柯杰夫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计时开始。哎，干嘛？曲哥在看哦。哎，曲哥，你怎么来探班啊？曲哥。哦。哎呦，小孩子都带来嘞。妈妈，你在干嘛？曲哥好。怀孕了，曲哥，你看一下 Vicky 现在在干什么？曲慧妍看的都哭了。OK 啊，他是左右不分呐。哎，你的手。好，时间到。好。
柯杰夫如果不舒服，你可以告他。喂，哎呦，哎呦，到底脚是哪里了？没关系，因为柯杰夫也不一定对的啊。对，哎哎哎，什么？要对队友有信心啊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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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脚不好，今天就把它折断了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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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边呢？这样这样，确定？这样确定？确定？好，好的，最后一位，麻烦。夏雨桐要去哪里啊？计时开始。为什么女生也不能那么起劲啊？可怜呐！谁要夏雨桐搭上了这班阴间游览车呢？阴间游览车手。哎，手要维持动作。好，你手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要盯住哦。Vicky， 你在家里憋很久，正经一点好不好 ？Vicky 要盯住 ，Vicky 要盯住。这什么画面啊？什么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摄影棚啊。什么？这里是哪里？他有的你也有啊，什么哪里？时间到。哦，夏雨桐也是吼，很久没有，很久了啦，很久了，而且 Vicky 就分手很久了，对，而且男女不拘，我要摸彻底一点，对啊，哎，哪一个在里面啊？好，你看吧，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确定哪一只脚？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是这样子。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确定了。对，好，请各位把屏障拿开，一二三。干什么东西？结果到最后一个错脚，脚错掉了啦！恭喜娘娘队挑战失败，请分。摸过同秀娟的人哦，脑子就会怪怪的。